这个是一个老的材料，我们说老的是老看火的老的，但是这人是蓝水，他有加这个黄的话就很少。做一个摆件呢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帘换起，先把这个帘的定位做出来。现在帘是换第二次，本来是放这里有棉，现在又挖下去还是有棉，所以做每一件摆件的这个定位啊，还有这个位置，帘是相当积极重要，所以这个帘啊，这个换第二次的帘还是有点棉。在这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能不能做这个题材呢，观音的题材或者说杜母的题材，因为它这个棉的问题，虽然看它厚，但是如果有一点点棉或者刨到中间干净，那这个帘换在上面就可能就有，如果在这里买棉换这里，但是这个整体的空间又不一样，那换在这里，比如说这个帘换在上面一点，还有一个这个空间又做的整体的人物的空间又好一点，但是有棉，所以这个调来调去，这是第二次了啊，这个做一个摆件也不容易啊。